在小心里面放了一个地笼，今天去搜一下看有没有东西。好像没有动静啊，如果有东西的话都是好货呀，像这种山间小溪的话。哎，有，回来，我们倒出来看一下。咦，钢球，哦呦，待好，哎呦，这野生的钢球，看见没有？这种钢球鱼的话，在我们这里能卖到120块钱一斤，啊，特别肥美，哦呦，好大个呀，哟，还有个黑乎乎的家伙。哎呦，逮了，看，有朋友认识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在水里，这个抽到它，抽到两点的膜，看，这是野生的石蛙，看见没有？一个黑乎乎的家伙，看见没有？这都是好货呀，像这种山间小溪的话就生长这种好货，这石蛙可以卖到100多块钱一斤，野生的更是难求，看见没有？没想到呀，来把它放进来，看，这石蛙放了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。倒出来看一下，这野生的石蛙我们就给它放生了，毕竟现在野生的越来越少了，这东西卖的挺贵的，100多块钱一斤呀，放生吧。这条红尾钢球鱼也放生吧，看，这种鱼非常细嫩，它的肚皮里面内脏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看见没有？透明的，啊，内脏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这种鱼也非常少见，一条也不够吃呀，都放生吧。